家支持好不好？蔡英文一票，吴思瑶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何志伟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吴育龙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高嘉瑜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林昌佐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谢佩芬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许淑华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阮兆雄一票，那还有一张正常票，我再一次拜托大家，请集中选票。唯一支持富国宝台第一品牌14号民主进步党，我要呼吁大家，蔡英文一票，民进党一票，不要分票，不要配票，好不好？让民进党在国会过半，让更多的民进党立委在国会守护台湾，唯有稳定的多数在国会，我们才能够抵挡中国排山倒海的压力。我拜托大家，明天一定要去投票，只要我们都去投票，我们一定赢。